还不到早上八点，一名蒙面男子就出现在部落大街上，没过多久骑上机车扬长而去。会走得这么匆忙，因为他刚刚持刀企图抢劫当地邮局。你有看到吗？警方获报后立刻赶到现场，并且展开地毯式搜索，任何角落都不放过。不过抢匪早就已经逃之夭夭。一早应该开门营业，但却犯窗拉下铁门，因为屏东三地门邮局发生史上第一起持刀抢劫案。各位村民早安，现在紧急报告，我们三地村邮局发生抢案，这段时间请村民注意安全，有可疑人物请立即通报。第一时间因为抢匪还没落网，村长紧急广播，加上传群组，希望村民注意安全。会紧张，会害怕、为什么？我们这个部落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啊！真的吗？对啊，而且是邮局。邮局抢案发生在四号上午7点多，屏东三定门乡一名蒙面歹徒持刀从邮局侧面翻墙进入后门，局长听到动静出来查看，直接撞见嫌犯，两人发生拉扯，随后嫌犯打开后门逃离现场，立即调阅监视器锁定一名正姓犯嫌，并于11时许在屏东县长治乡将正姓犯嫌查缉到案。初步了解，因借贷欠款，虚款恐急，铤而走险。警方移车追人，3小时后就抓到这名45岁的郑姓抢匪，发现他因为欠债才会持刀行抢，结果不但抢劫，踢到铁板，钱也还不出来，还得面对牢狱之灾。近新闻来自家李怡倩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近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